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辣椒彤彤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大林，我要带大家看一间位于平林国小附近的全新整修别墅，走路不到一分钟哦，跟我走吧。平林国小旁全新整理健康优质透天别墅，步行300公尺即可抵达大林绿廊，绿意盎然的自然景观，是散步、运动和亲子活动的理想场所。距离物件仅500公尺即可到达大林体育运动公园，设有篮球场、网球场、游泳池等多样化的运动设施，提供您与家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，是一间融合自然与人文、拥有便利生活的居住环境。这间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房子。这间整体结构跟它的电路管线还有装潢都是全新完工，跟全新的房子一模一样。这边是它的车库，我们进去看里面吧。这边是客厅。附近大林慈济医院拥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和专业的医疗团队，为当地居民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，是一间拥抱健康及幸福的房子。我们接下去看，这边是它一楼的卫浴，房屋格局为5房2厅4卫，地坪22.08平。这边就是它的饭厅，如果有年长的长辈的话，这边可以隔一个孝亲房，如果不需要孝亲房的话，它的饭厅就是这么大。我们去后面看看吧。这间房子后面还有一条镜像，这边的采光通风都很好，带大家看一下没有开灯的屋况是怎样。房还有做一个对外窗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二楼，二楼前后两间都是套房，这边是主卧，我们先来看主卧吧。这间的主卧它的空间很大，那边可以设置一个阅读区，或是办公区，或是女主人的更衣室，要怎么规划都可以。这里有一个大阳台，屋主有把你们的洗衣机、电路管线还有水电都设置好，这边可以放一台洗衣机，可以在这边晾衣服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浴缸是特地做的哎，可是我怎么觉得这浴缸有点小？躺了一个我，怎么再躺一个男的？因为这个浴缸的设计就是让男女主角可以紧紧的拥抱在一起。这边是一间套房。3楼，这个建筑物总共只有3楼，三楼的部分就是3房1卫。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这边是它的卫浴。这边是房间，也可以当小孩的游戏间。这边是前面的房间。
细资料及价格，还有沙发的深度观景，可以线上赏屋。今天影片有喜欢的话，或者是有房子、土地要委托买卖的话，片中有我的电话，欢迎来电预约哦。赶快帮我按赞、加分享，还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吧！拜拜。光似锦缎，追着零星白帆，诗情满千卷难，宇宙极为干，鸳鸯凭绚烂，青色相伴。